下出太阳，一下下雨。刚刚其实又下一次雨，现在又出太阳，很棉花糖哎、欸。我们是什么不朽投技，专攻怪兽的小秘密？为什么怪兽没有武器？为什么咱们发大力？我们都是二十大英雄，新生代领军的英雄。为什么脸颊被拉左右？为什么差点毁了容？啊！现在到苏澳服务区，他们去上厕所。我们要去花莲。泰鲁阁精英酒店， oh. 我们第一次去，跟我爸还有我妹一家去，他们坐火车，然后我们开车，因为我的东西比较多，我也蛮期待的，因为听说那个饭店非常的厉害，唯一一间在泰鲁阁峡谷里面的五星饭店，期待吗？期待。头好晕，你赶快睡觉。老公说还有一个多小时，但是现在就开始一直走山路。有种不行的感觉，我要先睡了。啊，峡谷蛮漂亮的，可惜我觉得我好晕哦。泰鲁阁国家公园，你看塔罗克，这叫背，那下一课就有泰鲁阁，先背。哇，这样看风景好难得。看慈母桥，走过这条桥你就会变成慈母了，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哇，它好转弯哦，又深又弯。室内游泳池有铺满小鸭鸭，有网球场，火盆区。是真的小鸟哎，哇，拆封的意思。拆封。浴室，哎，还有气球哎，浴缸还蛮大，但跟我想的不同。走开一下好吗？你好碍眼哦。我有吗？这房间是没有到很大，其实还不错。哦，小吧台还不错哎，小阳台。那比较不一样。等一下。那鸡汤吗？我妹房间，哇，这个峡谷实在是吼、啊就是，很厉害呢。对啊。我妹一起去游戏室。这景对你来说不重要，小孩就是游戏室。哇，那边的水流超美，对不对？我那边第一名就是这个啊。海鹅。这个景实在是吼，我觉得那边是可以下去玩吗？哦，我觉得目前没人。猴子家族，猴子家族，小声一点啊，小声一点。很多只呢，黄金酥哎，这些好吃吗？好吃。刑侦套房。其实这边也不错啊，虽然是那个有车子，但也很漂亮。哦哟，哦哟，有够大哦，已经不是 mini bar 了。Yeah. 现在阳光很漂亮哎，感觉好像人很多。哇，真的很厉害耶！哦，萤火区。儿童游戏是天哪，有够宽敞，跑跳翻滚都可以，无敌宽敞。哦，宝宝爬行室，好大，乒乓室。哦，天哪，好大哦，还开一个水族馆店，明天有点夸张哎，咖啡厅，好夸张。好漂亮
蝙蝠哎，好多蝙蝠。终于要走出来了，刚刚好多蝙蝠哦，还好有手电筒，不然真的都看不到哎。这山洞晚上不可能走进去吧，太可怕了。这拍过去很漂亮。刚那只虫在这个下面，它现在已经爬到这个上面。晚餐吃吧费。我选的，你看，深绿色的蔬菜就是已经很多，有没有？青菜很重要，这我等一下会再拿一点。好可爱哦！好，你们要去玩哈、哦，拜拜拜。回来了，他们现在要出去外面看。两个很浪漫，你会享受的。冷静哥。爸爸带小孩，两个一样，后面看还有腰，前面就很大了。哇，好吃！这个做的蛮好的。那么多不巧，从哪里开始吃啊？要回去的，到我妹子这边再看一下。要拜拜了！天哪，站好满哦，整个都站起来哎，猴子都不知道躲去哪了。我们来刚好遇上台风，昨天晚上到今天下雨下最大。哇，结果第一次来泰鲁阁经营处就碰到台风，我们本来现在就要离开的，结果饭店那边通知说前面有点落石，我们现在暂时出不去，要等通知才可以再出去才能回台北哦。希望不要再继续落石了，真的是太危险了。听说花莲很少下雨，但是我们刚好遇到台风，还好第一天出大太阳，第二第三天都下大雨，有点可惜。目前是看到说好像比较山区一点有土石流的状况，希望就是可以顺利回家。本来又想说要不要再续住，但是因为隔天还是有事情，所以就只好回去。但是饭店部分真的玩得非常开心，就想继续再订之后的时间。饭店其实没有很新，但是其实所有的设备啊、服务啊、空间，总之整体会让人家想不断的再来。它的景确实全台湾就只有这边才有，很棒。这次来这边除了下雨之外，觉得小可惜的大概就是疫情的关系，室内泳池暂时不开放。
户外泳池当然就是最期待的。那室内泳池我期待的就是，我看我妹之前来这边，还有整池的黄色小鸭鸭，上千只的那种，就很期待，因为很可爱，拍那一定很疗愈啊。小可惜，希望以后来的时候有机会碰到。他们最后的挣扎去游戏室，这样看起来比较瘦一点，弯下来的时候。大家都在这边做最后的挣扎。原来这边还有个撞球，然后这位叫什么？原来室内泳池在儿童游戏室旁边没开放，大家都出不去，大排长龙，饭店还是维持原价。但是天灾，我们都出不去，然后还要花钱再订房住，好无奈的感觉哦。本来刚刚大家都在抢着订房，然后饭店人就是一直联络，然后叫我们要等等，有可能5到7点可以开放让我们出去。拜托，希望等一下可以赶快出去，不然就惨了，我明天还有工作。先准备好了，肖恩快点去厕所，快点！现在可以开放一点时间让我们出去，如果顺利的话。啊，如果不赶快出去，我们留在这里也不一定有房间吧？先上车等，一可以就立刻开出去。行政团长都没了。大家都订走了，还很长哎、欸，很像要逃难一样。现在卡着不能动，要等放行。哦，可以动了，可以动了。Yes， 我们算蛮前面的。这个那么大颗石头啊，对啊，太恐怖了。摩托车太勇敢了。哦。你看这个多严重，要打坐。嗯，挺快的。哦，这超大石头。OK， 够了。我也想快一点哎、欸。紧张，路旁都变瀑布了。所以回家要好好庆祝一下。真的，这些车就要上飞机了。有啊，这是小车，这是饭店的车。对啊，这路也太令人开心了，这才是路。仔细看，水还是一直在打，我觉得好可怕。这里也有吗？对，这个小碎石头啦，就轮胎爆就很麻烦。终于到一般道路了，太好了。